这恭喜宿主捡到美女写真一张，激发系统临时任务，宿主需要在半小时内为陌生美女消费1元，完成任务资产翻倍，完不成任务资产缩水99.99999%。半小时缩水99.99999%，靠，系统你直接说全扣光得了呗。哎，你现在是越来越狠了，就是这大热天的，我上哪找陌生美女去啊？倒计时29分15秒，我去，系统你来真的，我去找还不行吗？哦，美女，我给你1亿好不好？哎，谁要你的1亿，臭流氓。不是，妹子你理解错了，我说的1亿是钱。哎，系统啊系统，你这不为难我呢吗？我靠，怎么回事，天上掉下个会花钱的林妹妹？不对，这半路把人丢垃圾桶里，这车里是坏人，变形汽车，快去把车给我追回来。林妹妹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叫林妹妹？这么巧，难道真是上天送来帮我花钱的？别等了，快走。该死，谁多管闲事，还有我们的车子怎么就莫名其妙飞起来又掉下来？先别管是谁，你们这样把人扔垃圾桶里都不考虑后果吗？你又是哪根葱，老子和他分手关你屁事，再多嘴一句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朱兰志，你不要为难这位小哥哥，我都答应你车子不要了，都给你，你还想怎样？这就对了，我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，看在你我交往5年，你赚钱供我读博士，又为洗衣做饭给我贷款买车的份上，这250块的补偿你拿着，记住以后不许踏入我家门一步，另外车贷你记得按时还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无耻的人？破烂老你找死是不是？信不信我开我的大牛，让你们体验一下空中飞人的感觉。哼，到时候还要你们赔偿老子的豪车损失。这渣男也太嚣张了吧，难道就没有人能收拾他吗？哼，我家宝贝可是法学博士高材生朱兰志，有嚣张的资本，你们再多管闲事，就统统把你们送进去踩踩缝纫机。原来是法学界恶律新秀，起步价就100万的朱兰志，快走，我们可惹不起。哎，可惜这妹子辛苦付出，却供养出一条白眼狼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原来你是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我呸，这倒贴货才不是我的意中人，要不是看在他愿意倒贴讨好照顾我5年，我才懒得多看他一眼，穷批一个，害得老子租房子住了5年，哪像我老宝贝上来就送了我一套300万的房子。一套房子而已，咋洒水了？倒贴货，别再死缠烂打我宝贝了，识相点，拿着这250块滚得远远的。你们这个太欺人太甚了，联合起来欺负一个女孩子。哟，你这破烂了还想学人英雄救美，难道不知道要想英雄救美得有钱吗？我看你小子怕是今年的380怕是都交不起吧，哈哈哈。小哥哥谢谢你帮我出头，但我们惹不起他们，我不能连累你，你快走吧。哎，多么善良的妹子，还好被我遇到了，这也算是缘分了，那这1亿就送你了。呵呵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不就是嫌弃妹子没有房子吗？这个太简单了，妹子你知不知道最近的楼盘在哪里？我这带你去买。最近的楼盘？喏，那边300米不就是杨万小区售楼处吗？不过那里好像4万1平方米，有些太贵了。剩余时间23分56秒。我靠，管不了便宜还是贵了，时间紧任务重，咱们快走林妹妹。切，哈哈，就你这穷酸样还想送房给这倒贴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不就是找个拙劣的借口跑路吗？不过今天我偏偏不让你如意，走，我们跟着他们，我今天让他们颜面扫地。呼呼呼，小哥哥我跑不动了，已经甩开他们了，你快走吧。走，往哪走？我不是说了给你买房子吗？嘻嘻，他们又没跟过来，你就不要演戏了。不过今天真的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误会了妹子，其实我哈哈哈，果然被我老北鼻说对了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打算给他买房子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连厕所都买不起，对不对？你们跟过来干什么？简直就是烦人的苍蝇。还有小哥哥只是和我见了一面，人家凭什么给我买房子？你们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，我只是单纯想买个房子而已。小姐姐，你们这里房子卖了吗？先生，请问你需要看什么户型呢？我们是昨天刚开盘的，还有85%的房源没有出售。呼，哈哈，我说你这个小销售什么眼光啊，就他一个捡破烂的能看什么好的户型？你就给他看看你们这里最小最差的房子就行了，最好算算最低的首付，毕竟我感觉这家伙今年的380都交不起。他说的没错，最小的也给我算一下多少钱。哈哈哈，果然如此，装了半天感情只能买得起这里最小的，真是丢人。不，你别误会，我说的是也给我算一下，当然小姐姐你也给我算算最好的房子多少钱。啧啧，小姑娘，这破烂佬是买不起这里的房子的，你可别傻乎乎的被他捉弄了。不过我说你们两个也真是的，这不是给人家销售小姐找事情吗？女士，顾客就是上帝，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。小哥哥，我们这里刚刚统计过，最贵的房子600万一套，要不我带您去看看？才600万，离1亿差远了啊，这得买多少啊？不过去别的地方肯定来不及了。
哈哈，买不起了吧，犹豫了吧，我就知道他一定装不下去。小哥哥，我们走吧，不用搭理他们，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，买不起这里那么贵的房子不丢人。那个我不是嫌弃贵，我是想说有点太便宜了。那什么，小姐姐，你们这里所有在售的房子我全部买了，算一下一共多少钱。先生，我们还剩下共计9990万的房子没有卖出去，您确定都要了？什么？你要买下全部？难道我看走眼了？你是超级富豪？超级富豪可算不上，也就有一点点钱吧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来吧，先刷卡吧。先生，那我马上给您申请，总金额申请优惠490万，肯定没问题。别，就全款刷卡，快点吧，小姐姐。卧槽，优惠都不要，这难道真是哪位超级二代？完了，这下提到铁板上了。低刷卡失败。